你们可以退钱的。哎，你们买门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门票的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钱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那真的很久没唱歌。我等一下弥补你们呢、啊，我都多唱三首歌这样，好不好？嗯、但是真的想要听完整版，你可以买 CD。哎、欸，这样这招很好用哎，以后都唱不好，然后你就买 CD 就好了，听 CD 就好。好了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喝太少，喝太多了。啊，那我啊，反正我唱母语你们也听不懂嘛，我没唱，这样好像不太负责任哦。那我唱中文好了，就是你们听得懂这样子，这样好了，我唱一些你们比较熟悉的歌。我以前不常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唱别人的歌，我都唱自己写的歌比较多一点。然后高中三年级啊，第一次去那种 live house。就是 pub， 人家讲 pub， 台东有一家非常老的店叫蝙蝠洞，不过现在没有了、啊。去那边驻唱，搞两个高中生三年级的，然后才800块，然后唱完的时候还有两个阿姨还包红包给我们，很可怜的包3000块给我们。我不晓得他是拿错钞票还是怎样，怎么包的比我们的薪水还要多这样，而且我们不敢给老板讲，可是他就是。那时候第一次见识到，所以没有拿过红包，就是酒啊，把钱放在下面。对，那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还以为他请我们喝饮料，喝完的时候哇，酒呢，下面有一钱呢，一个很复杂的心情。好，唱一首歌，你们这首老歌啦，那我自己改编的。应该很多人会知道吧。我改编，然后跟我自己的歌合在一起，这样。送你一首到小城外，送你一首到小城外。送你一首到小城外，有句话要交代，虽然已是百花开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摘，不摘白不摘。记得我的情，记得我的爱，记得有我天天在等待，我会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搬，千万不要搬，我来关怀，千万不要搬，我来关怀，送你一首到。送你一首到，我来送你 CD 随身听，送你一首到小城外，谢谢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有那个饮料，可以上面有放酒哎、欸，钱的有没有？没有，好了，算了，不要，这是坏习惯。我们不是阿姨。好。乱搞这些，人家以为这边是干嘛的。好，然后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唱老歌，所以我也跟着学会喜欢唱一些老歌的。但现在唱这首的有点不太老了，我怕有人不想暴露自己的年龄。刚刚那首歌，其实我小时候也都没听过。好，这首歌很可爱，我也很喜欢。啊。可能是某些大哥大姐心目中的偶像，那时候我才6岁吧，这样子。来自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，来点尖叫声好不好？
对你爱爱爱不完。不知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摇晃摇晃，我不想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大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合理，把沉默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戏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我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点点歇斯点点，歇歇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我对你爱爱爱爱，我对你爱，胸中藏着一把火。换脸，好土哦！把微笑当作戏，把承诺交给你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我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怨怨，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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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时时点点，时时去面对。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，我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怨怨，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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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时时点点，歇歇去面对。决定我不要当创作歌手，我走偶像路线。就是掌声怎么比较大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期待有一个偶像，还是期待一个新的创作？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把气氛弄来吧。